如果之前那些侦探给我的消息都是真的，那你的推测是很有可能的。你觉得暗示地点的词会是乌拉尼亚？乌拉尼亚是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女神之一，掌管天文和占星学。云霞山校区，就是我高一走的时候，学校正在盖的那个新校区，对吧？是讲述天文学从神学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吗？放置乌拉尼亚的雕像倒也说得通。华生，你太厉害了！看来以后要你来当侦探，我来当你助手了。我说你们两个年轻人是在玩什么流行的游戏吗？对啊，我们在玩一个解谜游戏，输的人就拿不到奖品了。听你这么说，这好像不是一般的游戏，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们呢？没错，有人抢了我们的宝贝，死都不愿意还我们。放心，我开车技术一流的，云霞山的山路算什么？保证准时把你们送到。要是那个人真的把你们的东西弄坏了，你们也别怕，去法院告他。我记得这几天才定的新法规吧，破坏别人的东西是要负责的。听到没，大律师？要是箱子真的没了，你记得要帮我告他。我相信你，愿意听你的。就算是真的猜错了，那也都是我的错，不怪你。跑了一天了，你也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
啊，没有，刚刚收到一封简讯，还以为是斯芬克斯传的，结果只是信用卡的账单明细，我就多看了两眼。